我也是无了解你为何放下我，不知到底是安怎。我想来想去，就惊斟酌甲看，才发现一个无魂有体的我，时时刻刻我拢感觉空虚，无论是眠梦也是清醒，请你回来我的身边，来做我的甲早同款，我想来想去，就惊斟酌甲看。小姐，你的毒液已经注入我身体。